现在世界排名一号种子选手马龙。马龙是我们世界冠军，而且在刚刚结束的广州亚运会上也获得了男单冠军。你好马龙，欢迎你。你的风采我们都见过，但是马德奇加球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没见过哈，这也算是一绝活吧。他说他今天如果能破40个记录的话，他想和你过过招，行吗？可以。好，咱们先看看他的怎么样。来来，马德奇，来准备开始。不着急，慢慢的。好，10秒，不着急，加油。好，去给他数数哈。来马龙，马龙你给数数。4、5个。5个。你扔到那边去吧。10个。20个。哎呦，差不多了。30个。30个。呀、啊、多了。41个。哦、挑战成功。那这样的话挑战成功当然也就要满足你的心愿。马龙跟哎，你们俩让马龙夹一个、哎、让马龙夹，哥教你甜点兔嘛。别挺怕的，调整状态，预备开始。好，行啊。哎，2个。只能整一次，封起来完就拿。对，第二次马上就换。哇、啊，厉害！哎，再来一次。哎，瞧这个水平，我觉得可以来1分钟，再坚持一下。来，给球，给球，加油！哇哦，再来，还有时间，加油！哇，太漂亮了！哇哇哇！最后5秒钟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哇！哇，不愧是国手啊！多少个？4队、5队、6队、11个。什么5队6队？怎么11个？你会不会算数啊？你算错了。2、4，那比我少一个应该。10、12、14个。啊，这个我觉得跟他这个训练有素有关系。这手感，对对对，这对球的这个手感比你们要灵敏的多，对，是吧？所以马龙，我一定要送你一件我们的这个宇宙珍贵的钧瓷作品，来，把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钧瓷作品送给你，作为纪念，好不好？来。也希望你在今年吧世锦赛上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对，加油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就看看马龙马德奇在现场过过招，这是马德奇的愿望，我们要满足他。对对对，这样我们让马德奇先发球吧。马德奇明显手下留情，这属于1-0。哎呀，2-0。哎呦，可以呀、啊，2-1。加油。哇，行啊，2-2，最后一个球了，关键一个球，关键的一球。哎呀，
这是不是就算是马龙输了？对，马德奇赢了。对，马龙是马龙，你让他怎么说呀？他在松下这么听，那是我们都看着来了。对。但是我觉得马德奇今天很高兴吧？高兴，很高兴的啊！我们也和怪兽打了一次乒乓球，是这么多年的一个愿望。对对对，而且还在全国人民面前。是的，是的。而且你还赢了。还赢了，哎，赢了。你有挑战自我。好，以后还要把我这个记录继续再往上上升。有人挑战我的时候，我要保持我的记录。谢谢马龙，谢谢马德奇。谢谢。